原标题，他战绩不在陈赓之下，却只受上将，去世后发生异象。陈赓大将几乎都是家喻户晓的著名人物，陈赓是刘邓麾下的一员猛将，在二野中的地位是无人能及的，几乎每场大的战役都少不了他，深得刘邓的喜欢。在几乎所有的参加过的战役，对于陈赓而言都是攻无不克的。在淮海战役中，陈赓打了生平最难打，最后还是硬没打下来的仗。当时参战的都是二野的名将，王进山和陈赓担任主攻，两个二野最猛的战将都无可奈何这支国民党军队黄维兵团。黄维兵团的班底可是老蒋的五大王牌之一的第十八军，全美式装备，总共四个军，总人数达12万之多，而且装备之好，对于老蒋手中的这支王牌确实是一块难啃的骨头。而钟杰在刚刚经历大别山苦战，重家伙都在挺进大别山时征了，兵力也和黄维兵团相当，共计12万左右。当时的钟杰二野全是一等一的战将，陈赓、王进山、秦基伟、陈锡联等个个都是死请命出战，拼了老命也要拿下这个黄维。最后由陈赓的四纵和王进山的六纵担任主攻，战斗异常异常惨烈，钟杰的进攻屡屡被打回，士气低落，加上装备落后，连像样的大炮都没有，只有陈赓的四纵有两门野炮和山炮43门，炮弹才区区不到200发，机枪倒是一堆，但是子弹稀缺也是个问题。战斗进入到白热化状态，看着钟野硬是打不下来，华野的陈世渠憋不住打算率三个纵队来增援，但是这个陈世渠也不是省油的灯，要求刘邓撤下钟野的主力，让他华野上去，这对于钟野上下都是非常不爽的。老子一直以来的战役都是主攻，要我扯下来助攻谈何容易，没人肯让出位置。陈世渠便带人准备南下，干自己事去了。邓考虑许久，最后还是把王进山给劝下来，让陈世渠上去指挥六纵，但是陈不答应，得全部交由他指挥，无奈只能答应。陈世渠上去后没用了几天，黄维便被活捉，足见陈世渠的魄力和战术了得。陈世渠湖北荆州人，在著名莱芜战役中，陈世渠将军也大展军事才能，3天时间歼敌整7个师，共计5万多人，这让王耀武大发雷霆，5-6万人3天就被消灭，就是放5万头猪让共军抓，3天也抓不完。陈世渠将军再是军长，抗战时期陈世渠是八路军115师参谋长，山东滨海军区司令，解放战争时期也是第三野战军参谋长兼第八兵团司令，基本上比陈赓还要高出一头。陈世渠将军在1955年授衔被授予上将军衔，1955年7月病逝于北京。就在陈世渠将军去世火化后的10月份，在将军的骨灰下葬过程中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，就是这几天天气异常，将军夫人乘专机到荆州，下飞机大雨倾盆，到宾馆雨停。第二天送骨灰到礼堂开追悼会，当出宾馆大雨便来，到礼堂大雨随即停下，后又送骨灰到龙泉公园安放，当出礼堂大雨随至，到公园又停了。至于这是不是老天爷在和将军告别，就很难说了。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